重阳节之际，72岁不服老的达人带来家乡特产，带了一只家乡的水鸭，做一桌自己最拿手的全鸭宴，给儿女们滋补身体。秋天比较温热干燥嘛，吃鸭子是滋润滋润。80后毕大厨有孝心，为老年人私人定制锅包肉作为重阳节礼物，外边皮是脆的，里边肉是嫩的，还流淌着汁儿。一老一少为我们展示两代人的重阳家宴。哎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重阳节，重阳节呢也叫做敬老节。说到重阳节，重阳家宴肯定是不能少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请来了达人和大厨，共同来做一桌我们的重阳家宴，有请二位。哎呀，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哎呀，欢迎。这都带了什么好吃的呀？这样，这个带来一只鸭子，还有茶树菇。那这个肯定就是鸭蛋啊，这个是鸭蛋、啊，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也是我们家的特产。太期待了！上次您还给我们做员工餐，我们都没吃够呢。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陈小婷，来自江西黎川，我今年72岁了，是一位退休老教师。来，大厨，第一回见面，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东北的厨师，我叫毕红光。现场这些都是你们带来的吗？是，我今天是带了一只家乡的水鸭。这是我们江西黎川的特产。那你今天这个鸭子准备怎么做呢？我今天这个鸭子就是煲鸭汤、炒鸭肉、蒸鸭蛋。好，那你先开做吧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哎，那我但是还有这个是今天你带来的吗？这两个。哎，阿姨，注意脚下抬脚。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准备的两口锅，我今天自己带的锅。啊，是吗？带着锅，我们黎川那个江西黎川特制的这种。这个锅你发现不同了是吧？对，我这啥锅啊？这是啊，我们黎川是这不是有江西第二瓷都的美称吗？这瓷的陶瓷有什么好处呢？用陶瓷锅？那陶瓷就是做的菜味道更美，也能锁住营养。这个也是陶瓷的？这个也是陶瓷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江西黎川最新研制出来的新产品。一般我们就是炖锅就这么炖就行了，你这个还加一层是？这加热它是加热呀，保温的油热呀，它就更加热呀。对手。我不容易烫手这个。那这几道菜在你们家餐桌上的频率是只要过年过节就都有还是？都有，酒席上也有。频率很高？频率很高，特别是这个季节吃鸭子的人越多。对，秋天比较温热干燥嘛，容易上火。吃鸭子是滋润滋润哈，它不是养血吗？还是清热的。你是不是本职工作是医生啊？中医的这个也懂了。哎呦，你问的太对了。你真的？我家边生是老中医啊。老中医哦，所以就知道说哪个食材配什么样的东西，药食同源嘛，对吧？对对。好，阿姨，咱们就开做吧。三吃呢，今天对吧？对，咱们就先把最费神的那个先开始做。最费神的就是煲鸭汤了。煲鸭汤，煲鸭汤。好。哎呀，先料那个。这什么？这是你闻闻看。淘米水嘛。哎呀，这么重要。用这个来炖是吧？不是，焯一下水。用这个来焯水啊？哎，为什么？就是你用这个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它就去腥嘛。哦，对。鸭子有土腥味嘛。这是不是需要水开了才把鸭子放里边？温水就可以。温水可以。温水啊啊啊。哎，这鸭子也是你从老家带来的吗？和我们平时菜市场买那鸭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们平时菜市场买的鸭子就是是饲料，是饲料的嘛。养的时间短嘛，我们至少养一年，这个鸭子肉吃起来有嚼劲。有嚼劲。他们不吃饲料对吧？但是要吃点粮食，然后他就放养了嘛。河里的鱼，阿姨是不是也有？吃那个小鱼啊，小鱼小虾，小虾呀，吃虫草啊，虫草。虫，这是你说冬虫夏草吗？啊，虫子跟草。哦，虫子跟草，吓我一跳。来，把盖子打开吧。好，水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这用手把它没事。OK。哎，阿英特麻利儿哎。我也喜欢下厨，一直做菜。鸭子是你的拿手菜吗？
可以这样说吧。那你做的鸭子，孩子们是特别喜欢的喽？当然，孩子特别喜欢。嗯，这个要变什么？弄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把那个血水去掉就可以了。汤要留着吗？这个汤不要，把这个水倒掉。来，你来。今天重阳节嘛，来，我替我帮你忙。行啊，这个好，聪明吗？可以了，好，这可以。大师傅在帮你炖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先来做一些这个配料。对，反正这火是不是可以点着了，阿姨是吧？可以开火。嗯，开火不要盖。那个，等一下我加进入开水。来，在这儿。对，可以加多少？对，就要盖过。还有这个茶树菇要洗一下。好，这个交给我吧，再加一点可以了，应该是。还要加，还要加。八十可以吗？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？等会儿这帅哥帮我当助手，太高兴了。你看平时都你一个人做嘛，对吧？嗯。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做，那多热闹啊。对对对对，我们都说聊两句，在厨房里面把自己的一些事情边做边聊，是特高兴的事啊。我把这个放进去。好，现在是不盖，让它开锅。是判断什么呢？啊，大锅它会溢出来，怕溢出来。会溢出来，它是让它开锅。哦，开锅了以后它就改小火，就盖上盖子蒸鸭蛋。对，接着蒸。先把鸭蛋蒸了，拿一个容器来。这个是主要给谁吃呢？我们家还有小宝宝啊。哦，给小宝宝吃啊。哎，我看你现在动作特别麻利，特别像年轻人。是吗？对啊，这年纪在这儿都七多岁哈。嗯，孙子外孙都那么大了，要结婚了。老就是老嘛，你说呢？但心态你是年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心态你不要老，你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快乐充实点。放点酒哈，去腥，去腥是吧？去腥，再还有放一点点醋，但有点腥味嘛。啊，但是不能放多哈，多了它就变味了嘛。好，加水，加水，来加水，来，再拿那个蒸蛋的那个容器来，蒸蛋的容器。这个现在咱们就要开蒸了是吧？啊，开蒸了。啊，在这儿蒸吗？还是？啊，这蒸不了了，因为这个锅我要炒那个鸭肉，这个锅还得炖汤，是吧？咱们的放后。那就放后厨去蒸吧。好，行。然后这个我和这个大厨。啊，那不，你要在这里打下手，你不能走。打下手。我叫我女儿去蒸，来，女儿过来，跟妈妈去蒸蛋。哎呀，她会打下手，知道怎么蒸吗？搁水呗，水要开了再把蛋放下去啊，十分钟，对不对？搁着水炖，哎，我知道，但是要注意火候啊。好，好。现在我们就是炒鸭肉了，炒鸭肉了。啊，好，我们在这个锅里放点水，加点水，这个鸭肉也要焯一下。啊，也要焯一下是吧？焯一下，去腥味。对，去腥味。那我的切辣椒，切辣椒，红的也有啊，青的也有。切点辣椒。哎，阿姨，您平时来北京的时间多吗？嗯，来得多，每年都来。你要是比如说生病了。嗯，或者是说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，你会跟子女去说吗？比如说生病，一般不会。这个上这个岁数也在这儿，嗯，一点小毛病不算什么。你跟他说就增加他的负担，他惦记着你。我家先生是老中医，我们家的孩子包括我呀，小孩呀，一有什么就跟老头子说一下，啊，马上一个药方就开了，就去医院里买药。哦，家里有个中医那多好啊。对，这个就一般不上医院，把这个鸭肉焯下水。焯下水。好，谢谢您啊。哎，你看大人不愿意跟孩子们说，其实孩子们也不愿意跟大人说自己的事儿。你会遇到什么事儿？会就是不管外边多苦多累，年轻人都是一般都是跟父母报喜报忧。对对对，因为父母辛苦一辈子了，有些时间做子女能扛了，能解决就不让父母知道。对对，其实我觉得回去，你比如说通过我们这种家宴就特别好，其乐融融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哎，我们把自己一些心里事儿就说出来，我觉得彼此的感情会增加很多。对对对吧？对对。然后这个要那个把它递干，这个水。好好阿姨，我来阿姨。好好阿姨，谢谢你大厨。哎，感谢阿姨。然后这个汤你看一下。哟，开锅15分钟吧。好，大厨帮个忙，帮我把这个笋切一下哈，切大块的。这笋也是家里的，阿姨是不是？对，家里的。家里特产吗？对，这是我们的。对对对。特产呢，我们那是满山遍野都是。一切为了子女，什么都带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最好吃的就给子女了。这样切可以吧，阿姨？行啊。我就把这个鸭子炒一下，嗯，啊，炒一下来放入生姜，我要炒干水来，要把这个水分炒干，要炒干一点。好，哎，有一点香味出来了，是吧？对，香味出来了。还是要炒到几分熟，阿姨？
大概八分就可以。八分熟是吧？啊，这放点点盐。放点盐。放点酒哈。对，黄酒它那个去鸭子那个土腥味儿。对对对。啊。拿一个盘子来。可以了。没有，还有这个配料呢。哦，我刚想说呢。嗯。再搁着这，再炒配料。这需要高火了，阿姨是不是？啊，这需要高火。放点茶水果，放点水。哎，我这个给你看看，放。阿姨，行了吗？啊，这个加点酱油。来，用这个太太乐的宴会酱油。对，好，我家里也用这种酱油，用这个味道好。嗯，该把这个放下来。阿姨为了让女儿吃到自己亲的味道，酱油都用一个牌子的。对，这个阿姨是不是家里拿来的？放点点水就可以了。可以装盘上。好。把这个放在这个盘子里，好，放在这里焖一下。这汤好了是吧？哎，汤好了，加点盐，加点盐啊，加点盐就上桌了啊。鸭汤是说我们说秋天来碗老鸭汤，再过这个人参滋补汤。哎呦，单蒸好了吗？可以端上来。你看这一路小跑过来，好，是真的太合格。哎呀，这些挺好的，好嫩哦，好嫩的哈，这蒸的好。放点葱花就够了，放点香油，放点这个汤就可以了。啊，放点这个汤，再加点那个，放点酱油，太乐酱油，加一点点，可以，可以，够了啊，可以，这个淡油水就好看了。对，好，还有茶树菇的香味也进去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哎，你看也花不了太长时间，这三个菜都完成了，对吧？完成了，上桌了。阿姨，啊，尝一尝。哎呀，谢谢，对，谢谢你。这没放什么，就放了盐啊。对呀，而且它吃的是盐味。哎呀，真好喝。嗯，怎么样，大厨？星级酒店的厨师都帮我说阿姨的味道，真的，我也想起妈妈的味道了。就是它和我们外面喝的汤不一样，我觉得特别的入味。我们再来尝一下水蒸蛋，因为这两个都是很下饭的，我们就配点米饭吧，怎么样？行。好，来，好菜配好饭，来。哇，好香哦。这个蛋对，挺嫩的吧？我先尝一口，是吧？哎，真的还可以啊。香油的香是第一股的香，嗯，因为它刚用了这个茶树菇的汤，嗯，里面会有淡淡的茶树香，嗯，再加上蛋很嫩。来，阿姨，来给你加一点，你尝一下看。笋，笋好吃，嗯，嗯，好嫩啊，笋。前面两个菜当中其实没有那个辣的感觉，到最后面之后。一下胃就开胃了，对吧？对，鸭肉它炒的也很恰到好处。平时我一碗饭，阿姨今天如果吃你菜，我能吃两碗饭到三碗饭。阿姨，我能吃一锅。那么这么好吃的重阳家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？太太乐宴会酱油，第一道原汁品，头道鲜香。太太乐宴会酱油喊您回家吃饭。另外，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中粮福临门米面，回家吃饭指定米面。煲鸭汤其实就是把那个淘米水煮开了，把鸭子倒下去，焯一下水，把鸭子油过下水，沥干，用那个煲锅，然后把鸭子放下去，上水，放几片生姜，把茶树菇放下去，然后就开大火，开锅以后就盖为小火，盖好盖，20分钟。鸭蛋呢，那把它容器里把它搅散了，加盐、黄酒、醋、加水一起搅拌，就上蒸锅蒸10分钟左右啊。熟了以后就加点汤、香油，加点葱花，这个菜就很简单。炒鸭块就是把那个鸭肉呢焯下水，把它沥干那个水，然后就配上那个青椒、大蒜、蒜苗、红尖椒，热锅热油爆一下，然后放上盐，放一点点酒、生抽，就把鸭肉放下去一起翻炒，翻炒一下就可以起锅。特意为阿姨量身定做的叫爆浆锅包肉，外边皮是脆的，里边肉是嫩的，然后一咬呢还流淌的汁儿，一点都不腻，有点酸酸甜甜，真的是爆汁。特别适合老年，太好吃，太棒了。觉得怎么样？阿姨做的太棒了，特别棒。但是阿姨，我觉得美中不足。您说，就是你看你做的菜都是为子女他们想的，你没有给自己做一道菜，这个我就觉得不足了。那主持人，今天我就为阿姨做一道可以为阿姨量身定做的叫爆浆锅包肉，外边它是酥脆的，里边是嫩的，符合好人的口感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对。好，咱们这个锅包肉开做。好的，好老的，好的，来来，阿姨这锅包肉特地为你做的，阿姨啊。好。现在选用了最上等的外脊来着。这个切片也不用说到，对，
哎，大厨，他那个锅包肉在东北的这个家宴，或者是这种重阳宴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我觉得这道菜在我们东北，只要是家庭聚会、重大节日，桌桌必点的一道菜。然后老人了、孩子了，他都会吃的，都爱吃。对对对对对，拿一个碗，我们拿个碗给他，给他洗一下。哎，我来做，我来帮你。那我们再找一个容器和这个糊，一会儿要炸嘛？对对对对，这个糊呢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正常的水淀粉就可以，二两左右就够了。二两啊，对对。然后我们放入水二两，是一比一，对，一比一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和一下，和均匀它，和均匀，然后放少许色拉油。我觉得锅包肉不是要炸吗？对，炸了之后，你刚不说为老年人做吗？老年他其实就是牙口可能吃那个硬的东西不太。对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锅包肉就是让它锅包肉呢，外边皮是脆的，里边肉是嫩的，然后一咬呢还流淌着汁儿，所以爆浆。哎呦，还没吃就对对对，来，我们放点少许油，它这是一个升级改造版的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啊对。糊我们和的就基本差不多了，啊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这个肉也切过了，也洗过了，然后这糊也和好了。然后我看一下油温，这油温大概呢是在70油温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火稍微调稍微小一点点。我觉得这道菜啊，阿姨就不是你来学了，我觉得是子女来学，做给你吃，对对对对，对吧？我也可以学，对啊，想吃的时候自己会做嘛。啊，对对对，是吧？这个肉两边都给它挂上糊，给它夹住一头，让多余的汁儿控净，然后我们就给它下油锅里面。啊，奇迹出现了，它出泡了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然后我们炸好一片就捞出来，对，一片一片炸，对对对对。这道菜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炸的过程，油温呢也很重要，因为水呢和油起到油酥糊，然后让那个瞬间就起来膨胀了。对，为什么叫爆浆？等一下我们把汁儿再淋上去，里面就有汁儿有浆了。哎，大厨啊，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到研发就是这种做法呢？这个菜是其实是我自己发明的。2016年的时候，跟父母一起过年，然后也是父母说我想吃锅包肉，但我牙口还不好。过节了，老妈就想吃一个锅包肉，儿子还是大厨，怎么办？这两回还是没有解决的办法。对，后来我也是改良了一下，就开始给老妈做。当时家里也是条件有限，没有糖桂花，今天给阿姨做的特意带糖桂花酱。啊，这个就贵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给母亲做了，而母亲吃完后，哎，就一咬是爆浆了。我妈说，哎，我就怎么第一次吃的这个这么做法呢？其实我当时我妈妈这是她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然后将来这个菜我给它发扬光大。现在炸完了，我们再给它回下锅。那糊炸炸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哎呦，这个炸一下炸油就可以，因为那个糊特别薄，然后肉呢其实片也因为特别薄。换个油锅吧，先放点这个煎味露，放点桂花酱，然后是醋、蜂蜜。醋和蜂蜜，对对对对对。你看，我看你用了桂花酱，桂花酱是我们平时很少用到的。对对，这什么作用呢？这个，这桂花酱甜度适中的，提取物还纯。啊，对对对，现在加点糖，然后熬制以后，我们倒个碗里就可以。OK 了，可以了。对啊，这样就完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等一下需要我们淋汁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浇上试试。往那里灌汁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这个的话，直接就来蘸那个锅包肉吃了吗？我们需要给它冷却一下。啊，那你这个就是要等冷了之后，还是说你有替代品有吗？调好一份汁儿，调好了一份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这个冷却需要时间。口水都要流出来。现在我们给它装盘子里边。好，那个冬瓜。你发现每个肉的中间都有小孔。对。等一下我们要淋汁淋在这孔里面。啊，一咬的时候就是爆浆了。特薄啊。我们淋上就可以了。这道菜我看着就想吃了，是吧？想吃，爹我想学。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，大家阿姨来尝一下。好，完成。阿姨，我给你夹第一块，阿姨啊。哎，好的。汁儿多的那个。对对，真多哈，汁多哈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！怎么样？又脆。这个里面的肉又嫩，一点都不硬，又开胃啊，又可口，特别谢谢大厨给我做这么美味。可以为你做阿姨，这么好的美味呀！我要留我姑娘尝一点。确实，刚刚我一咬的时候，大家听一下，吃一大特别脆，然后真的是爆汁。特别适合老年，太好吃，太棒了。那么这么好吃的饭菜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？我要提醒您，太太乐宴会酱油第一道原汁品，头道鲜香，太太乐宴会酱油喊您回家吃饭。
啊，我今天做的是爆浆锅包肉。这个首先把肉切成片，然后用淀粉和水，然后用油调个糊，然后一层油温，把肉片放进去一炸起泡，再复炸一遍，然后捞出来控干油，放在容器里面，用糖醋桂花酱蜂蜜调那个汁淋在肉的上面也可以，因为肉上面有眼淋上就可以了。寒露来临，是时候给自己补补了。不时不时，哎，要吃当令的时节的一个菜。达人带来另类组合，毛豆螃蟹打出新滋味。我觉得这道菜可能大家会更喜欢吃的是这个毛豆。这个毛豆真的是越吃越香。大厨端出拿手菜，板栗烧鸡。过了寒露以后，板栗是特别多的，一直还是非常入味。寒露就要吃的美味还健康，多多进补，身体棒。哇，我觉得今天我实在是太幸福了，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和两位，我们包括您的女儿，我们一起来过了一个重阳夜。你看，有这个我们代表老一辈做的那个家乡的味道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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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然后我们的大厨还做了我们新式的这个菜品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感觉到了浓浓这个家的氛围。好，谢谢谢谢，非常太谢谢了。